农历春节假期即将到来，台北市交通局规划交通管制疏导措施，除了除夕当天呢，全市路边停车格不收费，在春节期间寺庙商圈等等的景点，公车呢将机动加密班次服务，公有路边及路外停车场的收费也将调整，而交通大队呢也确实的执行维持路口净空，以及加强取缔道路的违规停车，以减缓春节期间交通冲击。农历春节将至，因应采买返乡以及春节期间出游的车潮，台北市交通局规划交通管制疏运措施，除了除夕当天全市路边停车格不收费，因应信义商圈百货采买车潮，周边停车格从即日起到2月4号假日10点到20点停车费率调整为每小时60元。另外春节连假期间，市区公车原则依假日班次行驶，公有路边及路外停车场收费也将进行调整。在路边停车格的部分，我们在这个除夕那一天的部分是会这个暂停收费。那如果是这个其他非除夕的假日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本来是周日，它就有在这个收费的部分的这个路边停车格还是会继续收费。在春节期间，为提供民众参拜及出游人潮，国运处针对车站、机场、庙宇以及商圈等观光景点周边之公车路线进行机动加密班次疏运乘客，建议民众多加使用。在迪化街的部分就会有封街的管制，那在阳明山花季的部分，2月7号开始的部分，针对养德大道、湖山路啊等等的地方也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那庙宇的部分哦，在这个关渡宫的部分，它在这个资行路的部分哦，这大渡路的部分，这些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那分局的部分会派遣这个人力来做疏导。交通局呼吁，由于春节前交通负荷量大，交通大队也将透过即时路况通讯群组，确实执行路口净空，以及加强取缔道路违停等情势，减缓春节期间的交通冲击。记者刘德瑜采访报道。台北市文山区景美15份福星宫呢，每年在农历年节的前夕，都会为辖区的低收跟中低收里民发放家庭寄住金。前总统马英九应邀出席，并且加码发放春联及礼盒，还有新增的幸福加值券，希望弱势家庭也能度过快乐的幸福年。前总统马英九一进场，全场民众欢呼声此起彼落，总统好，口号不绝于耳。马英九风尘仆仆的前来，就是应景美15份福星宫董事长高昌伦邀请，到宫庙发放家庭寄住金。庙啊，如果把钱花在绕境的那些活动，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这个钱呢，能够用在帮助穷苦的市民，帮助年轻人求学的话，意义更为重大，对不对啊？对。所以这种慈悲之外呢，还要有智慧。每年在农历年节前夕，位于文山区的景美15份福星宫都会向周遭低收跟中低收里民发放家庭寄住金。前总统马英九则是从一开始就响应这项公益活动，除了每年亲自来福星宫发放，也赠送春联跟礼品给大家，提前祝福弱势族群新年快乐。本庙所有每年收入的70%全部都捐给做这些公寄住金跟公益事业，所有的收入嘛，也不是放在我们私人的口袋嘛。那庙呢也不必，也没有需要说，不需要说所有的钱存这么多嘛。其实我们社会贫穷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来协助，来帮助他们。今年除了发放家庭寄住金，还新增了幸福加值券计划。高昌伦董事长特别认购500份，每份价值100元的加值券，将发送到德芳、景福以及兴旺3个社区发展协会，让弱势者能够兑换餐点，感受社会温暖。九仓花场报道。春节倒数计时，由于景气不佳，加上通膨的压力，民众开销变大。人力银行发现呢，有高达99%的民众想在过年期间赚外快，几乎呢高达100%的比例，更创下了16年来新高。而包括了短期打工、外包接案跟网拍经营，都是兼差的热门选项。龙年迎新春，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许多上班族由于去年没有加薪，年终奖金又不如预期。担心过年手头吃紧，
加上基本工资从元旦开始，时薪部分调高到183元，也因此大大提高民众春节兼差的意愿。98.7%的上班族表示想要利用这个龙年春节期间的兼差赚外快，比例是创下16年以来的一个新高。整个春节期间打工的薪资比较高，有这样的一个诱因呢，也让许多人呢，为了要补贴家用哦，宁可牺牲在春节期间跟亲友团圆的一个时间。抢发红包财，有85%的上班族选择短期打工，超过半数偏好外包接案。另外，网拍与摆摊也相当热门。而平均来说，民众希望透过总共56小时的年节兼差，为自己赚进超过16200块钱的外快。随着这个边境解封，届满已经超过1年了，许多内需型产业持续有缺工的一个状况，所以预估在春节期间释出的这个兼差机会，今年还是会有比去年明显增加的一个这个情形。即使劳工对于过年兼差普遍兴致勃勃，调查也发现，若除夕到初三需要上班，有26%的员工希望老板能加发3000元以上的红包补偿。不过业主平均发放的预算，平均则是落在1342块钱，明显远低于员工的平均期望值2066元。对此，人资专家提醒，此时资方不能变相主张以加发红包取代工资补偿劳工，雇主需要多加留意。记者吴灿勇台北采访报道。为了避免发生公安的意外，台北市消防局会不定时的前往特定场所进行消防安检的抽查。这一回呢，来到了市立联合医院的阳明院区失智老人日照中心，当场出考题，假设办公室发生火灾该如何处理。幸好当时人员平常训练有素，紧急应变反应快，顺利的通过抽检。稽查人员随机出考题，假设办公区域发生火灾该如何应变。员工赶紧拿来灭火器，没想到来回涉水，火势依旧不减，只能下令疏散日照中心的所有长辈。确认两边逃生动线畅通，防火门也都能确实推开关上，所有值班人员不慌不忙的紧急应变，靠的就是平常扎实的训练。那我们都会演练的时候，都会设置一个，比如说它的起火点，像有时候会在餐厅，有时候会在男生卧室，有时候会在厕所这边，然后遇到它的不同的地点，我们会做一个紧急的一个逃生动线的一个改善。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队执行公安抽验，这次来到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失智老人日照中心，包括消防警报系统、逃生动线、自我检查报表等，全都详实查核，并观察所有工作人员的紧急应变能力。每年会演练的一些事项，那因为已经锐好的，所以我们怕他们就是固定形式不太好，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临时抽检他们这个时段的那个护理师，他的指挥官他是我做的各项都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刚刚护理师表现的是都很 OK， 对，也都很清楚。任何公安意外发生，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平时多做演练和准备，灾时就能少一分伤亡及损失。台北市消防局会持续进行公安抽验，以保障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近年来，网络诈骗横行，手法不断推陈出新。除了自我提高警觉，现在也有宽频业者跟国际资安软体合作，进一步保护网络安全。而警方也呼吁呢，如果怀疑自己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可多利用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接获类似案件，才惊觉已被骗，告诉他被诈骗。由于资讯科技与个人化装置的普及，近年来网络诈骗横行，且形态与手法不断更新，防不胜防。除了最常见的网络购物之外，更延伸到交友诈骗、投资理财等领域，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瞄准这些就是有购物需求的民众，那我们投放一些一页式的假广告，然后以假乱真的，例如说优惠券啊，还是什么方式，然后让他们赶快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那当你去刷卡或是去付款的时候，才发现说你被骗了。然而，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即便民众提高警觉度，仍有百密一疏的风险。为了让防护圈更完善，现在有宽频业者积极提升网络安全，更与世界知名的资安品牌独家合作，共同推出具有高效安全性的产品，包含分级保护、骇客防堵、病毒拦阻、设备管理等等，
致力于提供民众更全面的网络保护服务，而警方也提供免费的反诈骗资源供民众来查证。如果是假消息，然后或是说一些网站怕是投资的连结，就是假连结这部分呢，其实我们的友军不管是 MyGoPen 啊，或是我们的 Who's Call， 就是民众也可以拿来做参考的动作。那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65，然后进线让我们的同仁来做一个判断。为了打击非法诈骗，警政单位积极投入资源，加强试诈宣导，希望遏阻不肖业者，同时也提醒民众使用网络及行动装置也要避免各自外泄，选择安全性较高的宽频服务业者，守护自己的网络安全。记者李启豪、江秉章、刘怡婷采访报道。台北市跟日本松山市呢，在2014年签订友好交流协议，今年刚好届满十周年。北市府邀请当地著名艺术家全川石花来台，在松山文创园区呢举办特展。这一次也是配合台北灯节展出，另一件作品呢会在友好交流区展示。市长蒋万安邀请大家2月2号到3月3号这段期间，一起来台北灯节庆元宵。各式花卉争奇斗艳，让人看得目不暇给，空气中更弥漫着淡淡花香。这是由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设计的作品，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地抽空欣赏，因为这是台北灯节亮点之一。另一件则是在灯会友好交流区展示。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些小细节，这其实也就像人生中的一些的小插曲。除了邀请艺术家助阵，日本爱媛县松山市长也来台宣传，更是纪念两市交流友谊。台北市和日本松山市在2014年签下合作协议，经常举办大型活动，像是日本的撞轿仪式，把松山慈幼宫前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四季的花都让它同时在这个时间开花，这个是比较违反自然的。两市友好协议签订满十周年，刚好又碰上台北灯会，蒋万安邀请日本友人来台办展，欢迎大家在2月2号到3月3号期间一起来逛台北灯节庆元宵，感受异国文化。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大家好，我是白阿琪。大家都有上网购物的经验吗？诈骗集团透过不法手段取得交易记录后，假装是电商客服致电消费者，谎称工作人员操作错误，导致误设分期付款、重复扣款或升级成 VIP 会员，要求客户前往 ATM 购买游戏点数或使用网络银行 APP 解除设定，很有可能是诈骗哦。有问题请拨打101165查证。认识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这假网拍啦、假投资啦，还有 ATM 的这个解除分期付款、假爱情、猜猜我是谁、假投资啊，上盖严重。假投资啊，哎，伊的手腕啊，一定拢通过脸书或是 Google 网络平台，然后给你加出来。所以呢，是伫脸书、Google 要叫你讲，哦，这有标股啦，这个心里痛苦的这种投资哈、啊，假借名人要给你讲，要给你找标股对伊操作，啊，叫你加来，你绝对骗，绝对唔通。最多元友善的城市，台北欢迎你。大家妈好在，哪在哪在？哎妈，我去送货。顺序银行交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你是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哦？你交的爱诚实纳税啊。用这啦，收到缴款书后，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 App， 扫描 QR Code 就能马上缴纳。还有信用卡、ATM 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拢能顺利哦，很方便哎，多元缴纳不卡关，一路顺畅安心购。
113年度新北市府行动治理座谈会议，市长侯友宜1月31号下午呢，率市府团队来到林口区公所，跟里长们面对面进行座谈，及时回应，及时的解决市民的问题，展现府区共治模式，营造安居乐业、宜居城市。113年度新北市府行动治理座谈会议，市长侯友宜1月31号下午率市府团队来到林口区公所，与里长们面对面进行座谈。除了感谢里长们第一线反映地方大小事，让在地更好，并表示市府会加倍努力，继续与里长并肩合作，让新北市更繁荣，市民都能安居乐业。今天呢，这个天气都非常好。那在这边呢、再一次的，我们感谢市长、副长、各位里长各位机关代表特别来到我们林口地区来关心我们林口地区的发展，来关心我们林口地区许多的议题，在这边深深的献上感谢。林口因为都市成长速度高劲所以有几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要不断去检讨改进，希望速度能够加快。跟道路的开辟以及扩宽，交通的建设设施，甚至包括我们学校、国小、国中，这个学校教室的新建，甚至新校的设立，甚至包括我们看到大家比较关心的污水下水道，以及在都市计划发展的多目标公园使用，我们还欠活动中心。在这些里长反映的很多的事项里面，林口因为人口成长的速度要变，我们所有大类的速度要快速赶上。侯友宜市长表示，林口都市成长迅速，有一些重大建设需要不断去检讨改进，希望速度加快。里长们提出的案件，承办人员要尽速协助处理，并开设窗口，让案件处理上有个良好的互动沟通管道。一定要请各级的所长责成来承办单位核定，还是承办的勾定，小微承办人比较有一个窗口，跟里长好好去对一个议题，带到高度行政，所以像林口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都市啊，金价一定爱的。历任的县市长，还没有一个县市长亲自来到林口跟里长座谈会，我们市长连续5年来跟地方的里长来座谈。我们地方的有需要的话，局处所长都会莅临来参加。不只是这样子，后续他们还会追踪。真的非常感谢市长、市府长官的用心。行动治理这个事情哦，对地方上的最基层哦，实在哦帮助很大，帮助非常大。那我们可以呢面对面呢跟各局处所长呢做沟通，很贴切、很直接的向市府的长官来做反应。也能在第一时间内呢，获得呢各局市所长的回应，对地方上呢进步匪浅。里长们对于侯市长上任后能下乡与里长们面对面座谈处理地方事务表示肯定。行动治理座谈会对地方各项建设发展有很大的注意，有效且迅速的解决地方问题。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为了响应行政院环保署国家清洁周，新北市新店区公所在公伦里举办了年终大扫除的活动，除针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清扫，也特别加强病媒蚊的清除工作，呼吁大家一起维护家园清洁，欢喜迎接金龙年。配合行政院环保署国家清洁周，新店区公所选定公伦里为示范点，展开年终大扫除活动。新店区公所主任秘书童冠章表示，公伦里连续多年获得新北市里环境五星认证，在环境清洁维护上值得肯定。这次除了清扫，也会加强病媒蚊清除工作。年终大扫除这个活动，同时也会配合那个我们区公病登革热的防治，清除我们里内的积水容器，还有我们的侧沟的淤积、清淤等活动哦。新店区公伦里里长尤延兰表示，平时里内就会定期进行环境清洁，感谢环保志工的无私付出。这次配合公所进行大扫除，适时动员，希望能做好带头作用，大家一起来维护家园清洁。那我们希望让我们公伦里的环境的带动之下，让我们整个新店区的环境能够更美好那尤其这个登革热，我们能够让它彻底的解除掉
尤其这积水容器，平常我们就请志工、林长好朋友彻底的把它清除以杜绝这个登革热的滋生。新店区公所也再次呼吁，年终除旧布新，在年节前将自家周边环境打扫干净，家家户户焕然一新，欢喜迎接金龙年。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新北市淡水区新兴里长吴景全在农历年节的前夕呢，准备了上百个龙年的布艺红包袋，准备要发送给这个5岁到10岁的孩童。而这些布艺红包袋相当的有趣，用手挤压还会发出声音，很特别。另外呢，在2月24号，里长也准备了龙年小提灯，要送给李明，让大家一起来欢喜过新年。为了要让更多孩童可以开心过新年，新北市淡水区新兴里长吴景全在农历年节前夕准备上百个龙年布艺红包袋，准备要发送给5岁到10岁的孩童。而这些布艺红包袋相当有趣，用手挤压还会发出声音，也相当特别。在上周发出了130个，而这个星期里长加码准备了100个，要在周日发送。另外，在2月24号，里长也准备了龙年小提灯，要发送给大家一起过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哦，礼耀龙门。那今年农历过年哦，我们新兴里办公处准备2个礼品哦，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一个是那个布艺红包袋，一个是龙年应景小提灯。里长表示，这些布艺红包袋相当特别，也很有趣。家长可以用这个包红包袋来装满满的压岁钱，给孩子开心过年，还可以在红包袋上头找到不少乐趣。而这布艺红包袋还有附挂绳，相当方便。也提醒家长使用挂绳时也要注意安全。那希望说在过年期间，小朋友带着这个红包袋，那让阿公阿嬷、叔叔阿姨、伯伯他们能够将小朋友的红包袋塞满那也把小朋友的红包塞满满的，让他们享受一个快乐的一个过年。那准备一个应景的那个龙年小提灯，那是希望在农历过年的最后一天，2月24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新兴里办公处那能够来领我们的小提灯。里长表示，这龙年小提灯造型很有趣，小小的弹簧上面加上龙年的外形，还有5颜6色的灯光效果，在农历年节前的最后一天要来发送给大家。而里长也希望借由小小的红包袋还有提灯发送，可以让大家开心过龙年。记者许端英淡水采访报道。农历新年春节将至呢，许多地方都会举办写春联的活动来应景，增加过年的气氛。不过在新北市淡水区呢，有一间非常知名的空服员手作甜点店家，不仅呢推出了这个年节礼盒之外，更邀请到花艺老师举办甜点店午后的手作疗愈时光，让在地居民来参与课程，使用了许多花艺素材，一起亲手制作祈福祝联神，来迎接2024年的新气象。农历新年将至，许多地方都会举办写春联的活动来应景，增加过年气氛。不过在新北市淡水区有一间非常知名的空服员手作甜点店家，不仅是推出年节礼盒之外，更邀请到了花艺老师来举办甜点店午后的手作疗愈时光，让在地居民来参与课程，使用许多花艺素材，一起来亲手制作祈福祝联神，来迎接2024年的新气象。那现场的话，有很多的同学都在学习做手作祝联神哦。那我们现场也搭配了空服员的手作点心、生乳卷招牌，然后还有我们的饮品。我们祝联神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过年前都做准备。那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日式的一个方式去做过年的祈福。那可能可以好比台湾的这种春联、贴春联的一个仪式。那其实祝联神它的呈现会更也更有文艺气息，然后搭配我们的整个文青的甜点。那其实过年的话，甜甜的，然后又有点气息气氛，然后让文青的感觉
带到家里。执行长表示，祈福珠联神比较偏向于日式的新年过节气氛，就像台湾常常看到的贴春联仪式，而珠联神使用许多的花艺素材，搭配起来有较多的文艺气氛。还有店里头的诺曼底鲜乳卷或是松露巧克力，以及咖啡下午茶，让来参与的学员们可以轻松写意的感受不一样的过年氛围。而 DIY 的珠联神还可以带回家，作为家中的过年装饰，相当有文艺气息，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过年方式。那会特别会使用那个牡丹，因为牡丹的话看起来会比较雍容华贵，然后配色的话就会以红色鲜艳为主，那再搭配银春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喜迎新的一年的到来这样子，所以才会想说举办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一起迎接未来的新的一年，然后让就是龙年呢就是好运龙中来这样子。花艺老师表示，这次 DIY 手作祈福珠联神特别使用牡丹花，带有雍容华贵的气质，配色以鲜红色为主，而这也是在日本人家中常常看到的新年祈福饰品。而执行长表示，店内的手作甜点并不会过于甜腻，食材都以新鲜、天然、健康为导向，加上店里的位置就在淡江大学附近，书香气息浓厚。在学期期间也有许多大学生来访，而未来不仅是会持续的手作更多甜点，也会开办许多可以与甜点搭配的课程，让社区来参与。透过这一次的活动，也与大家一起感受过农历年节的气氛。记者许敦义淡水采访报道。新北市现存最老戏院九份升平戏院呢，近日已经完成修缮，而且还举办了这个开幕仪式。活动呢，由基隆诚心吕师傅龙狮团以及九份国小带来的热闹的表演，不仅呢为升平戏院带来新气象，也带领民众欢喜迎接气宇轩昂的龙年，包括了各界明代以及地方耆老里长都前来共襄盛举。新北市现存最老戏院九份升平戏院近期已修缮完成，今天重新开幕。活动由基隆长兴吕师傅龙狮团及九份国小带来热闹的表演，不仅为升平戏院带来新的气象，也带领民众欢喜迎接气宇轩昂的龙年，包括各界民意代表、地方耆老、里长等人都来共襄盛举。我们这个升平戏院，然后它堪称是我们新北市最老的戏院，也是最资深的戏院。那我们之前在上一年的七月份开始做整修，那到今年的1月31号，就是今天，会重新来开幕，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休息的一个场域。升平戏院虽然在民国70年矿业逐渐没落后歇业，却因为特殊的矿山风情，常吸引许多游客前往造访。民国100年后重新启用，由黄金博物馆接手营运，成为多功能展演场域。透过复古售票口、老电影海报等等，引领民众走进过往的黄金岁月。那疫情过后呢？整个我们对整个九份的升平戏院做重新整修之后，我想未来会对地方创造成一个非常好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可以体验过去矿山有一座这么棒的戏院，在九份的一个市中心，然后让大家可以来这边怀念过去，然后认识整个矿山的过去，然后也对九份金瓜石水南洞地区有更深入的了解。九份升平戏院承载了日治时期及战后初期的黄金山城娱乐记忆，自民国100年重新开放后，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为了带给民众更优质的体验，自去年启动修缮工程，除了加强建物耐震能力外，也持续针对室内外空间及舞台等进行调整，期待让这座承载百年记忆的建物继续扮演水晶酒的重要文化据点，让特殊的历史风华永续传承。谢晨威、瑞芳采访报道。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成君。打防诈骗的呼吁，常透过交友平台认识，多文字甜言蜜语，交往不久呢，便以各种名目要求汇款投资、寄送礼物，或者是代保管地契手续费用。提醒民众，遇到网友要求汇款时，务必要提高警觉，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哦。新增刺青的过马路大赛正式开始，选手们能安全抵达终点吗？出现了，马路上出现违规大魔王，为停让行人，警察开单举发，车辆没有停让行人会罚钱，致人重伤或死亡应负刑事责任，加重其刑1/2，还会吊销驾照哦。过马路不能滑手机哦，行经路口要停让，你我安全有保障。拒绝收礼收钱，防止虚拟货币、电子支付等方式收汇，绝不让境外资金及假消息干扰选举，让我们一起打造干净公平的好选风。反汇登喜行，干净好选风。检举汇选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为了响应新北市政府推动富康巴士照顾身心障碍及行动不便的长者，芦洲知名建商呢第六度率领家族捐赠富康巴士，由市长侯友宜代表受赠，并回赠感谢牌及模型车，感谢企业的公益善举。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芦洲在地建商陈胜发集团董事长杨畅煌第六度率领家族捐赠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这次是以妻子杨晨玉霞命名捐赠，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到场代表受赠，肯定杨家常年的公益善举。在市长的响应之下，啊，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乡里，啊，所以啊，跟我的家人杨晨玉霞啊来商量，还有孩子，大家共同啊一个目标，就是来于社会啊，啊，用于社会的心来照顾我们的。的老人，所以今天是捐第六部的富康巴士。侯友宜表示，杨董事长曾担任芦洲乡民代表、台北县议员，也曾担任国际狮子会300B1区总监，而他的妻子杨晨玉霞和儿子杨忠汉也都担任过总监，创下一家三人都担任狮子会总监的记录。管富康巴士，甚至我未来跨国我来的时阵，管两百。包括因三个创造300B1区的纪录，三个哈，从畅煌兄、玉霞姐到中汉市政顾问这总监，这是足够简单的啦。侯友宜也提到，杨董事长于111年以父母渊文玉霞为名，捐赠第七辆大型捐血车给台湾血疫基金会，妻子杨晨玉霞爱心也不落人后。在112年获选为新北市好人好事代表，一家人的善行不胜枚举，令人敬重。记者伦宏采访报道。农历春节是长辈重要的节庆，而每年新北市仁爱之家的长辈最期待的就是能够跟仁爱之家里面的所有长辈一起围炉吃团圆饭。那么今年仁爱之家特别精心安排了许多在电视上看到的明星到场主持跟表演，让长辈在热闹的气氛当中度过佳节。农历春节是新北市仁爱之家长辈重要的节庆，而每年长辈最期待的也最开心的就是能够与仁爱之家里的所有长辈一起围炉吃团圆饭。今年新北市仁爱之家就特别精心的安排许多在电视上看到的明星到场主持表演，让仁爱之家的长辈在热闹的氛围之中度过佳节。经过疫情这几年的支持，我们走出疫情，我们也走出了我们的阴霾，然后我们今年特别聘请到我们六合室内乐团为我们来举办这一次的春节围炉活动，希望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在热闹的太鼓声中开始上菜，也因为长辈们都喜欢热闹，这次的围炉活动仁爱之家特别邀请多组的表演团体带来精彩演出，长辈们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热闹的歌舞表演，而难得的团聚，许多地方的贵宾也都一同来共享盛举，陪伴长辈来围炉吃饭。我们万里的仁爱之家长期来一直是照顾我们一些独居的长者或是一些养护需要被关怀的对象，那我们感谢我们吴主任长期一直在我们仁爱之家帮忙这些长者们，就是提供不断的一些服务。那我相信说在各位志工同仁还有我们公所的一起努力之下，万里之家和万里仁爱之家会越来越茁壮。那同时我们新北市政府这边会来全力来支持，不断的把资源导入有需要被关怀的或者是有需要来住在这边仁爱之家的人，我们就透过筛选有需要的被照顾的人，我们会把这个社会福利把它做得更完善。那今天是尾牙，那我们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团圆做一个关怀，希望让他们知道说不只是平常他们在这边不仅有好山好水以外，还是有很多像我们民意代表会来关心他们，希望说听听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需求，如果有一些建议的话，我们也会来议会这边来争取帮这些长者或是关怀的类似说他们还有一些咨询的需求或是体健的需求，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他们。市议员张景浩也到场关心长辈与仁爱之家的长辈们话家常，听听长辈的需求，进而在议会要来替长辈们争取。而代理区长也来到热闹的围炉活动现场，代表市长送上年节的慰问金，也期待在仁爱之家议员与市府的照顾之下，人家的长辈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照顾与品质，欢度老年的新生活。记者品涵万里采访报道。新窝长者关怀据点石门监督站成立迈入第三年，今年长辈们讨论呢，想出要在据点当中跟大家一起吃尾牙的点子，于是呢就举办了据点的岁末尾牙围炉活动。长辈呢亲自规划尾牙活动，不仅让长辈更有自主权，更加度过了一场难忘的尾牙围炉餐叙。新窝长者关怀据点石门监督站成立迈入第三年，据点的长辈每天都会准时报到并且学习多元的课程，而今年在接近尾牙岁末的日子里，长辈们讨论想要在据点中跟大家一起来吃尾牙，于是围炉吃饭的尾牙餐会就这样被长辈们给讨论与规划了出来。长辈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说啊，一尾里啦是咱人买给呢，然后呢我就听他们说啊，买给怎样怎样，后来我就问他们说啊，买给有什么不同吗？啊，不会给来吃饭多啊！我就说那不简单，咱自己来办。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发想出，我们自己来办一个我们自己新窝的尾牙，就是每人一道菜的概念。那我们就来把这一些所有尾牙的菜色把它呈现出来。新窝长者关怀据点一直以来都是据点办理课程与活动，长辈就是按表操课。不过今年这场特别的尾牙，确实由长辈们自行发起，不但一人出一道菜来办桌，更加还邀请平日里帮忙与关怀据点许多的志工与长官们一起来出席。趁着这场尾牙餐会，长辈们要献上满满的感谢与祝福。那我觉得最棒的是他们觉得有区长跟主秘还有里长的祝福，因为一起同乐，然后我们协会的秘书长还有我们驿站的站长还有我们的同仁也都有一起出席，所以他们其实就觉得那天真的就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吃得又开心，然后又吃得很饱。特别的尾牙活动由据点长辈自发办理，充分展现长辈在据点中的融入，而据点除了全力支持这场尾牙活动，更加还集合资源赞助长辈们在尾牙中来热闹抽奖，让长辈们在据点中感受到被赋予策划活动的能力以及满满的后援支持，享受了一场不同于以往的尾牙围炉餐叙。记者品涵石门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饮食习惯改变，造就了以剪开包装就能快速加热食物的剪刀经济。因此呢，新北市新店地区农会呢特别邀请了名厨蔡万丽教婆婆妈妈制作冷冻调理包，希望让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妇女在准备餐点的时候可以更便利，甚至还可以当作副业增加收入。
因应现代人生活忙碌以及疫情之后的影响，造就了剪刀经济。因此新店地区农会规划的女力培力课程，就特别邀请名厨蔡万丽来教婆妈们制作冷冻调理包，将准备好的猪肉片、洋葱加入调味后，在大锅内煮到入味，然后包装就大功告成。蔡万丽也特别提醒婆妈们，制作过程中应该考量的细节，在制作的过程很多东西不能加，绿色蔬菜不能加哈。啊，还有很多的，像我们跳调理包注意的是，就是细菌，哦，细菌产生，所以在要采用热冲填，热冲填，然后或者说冷冲填，那后端还要做个灭菌，那急速降温，然后冷冻，然后储存。由于职业妇女比例大增，下班后如何让菜肴快速又方便的上桌，冷冻调理包就是未来最夯的饮食潮流。此外，冷冻调理包可以一次大量制作、分装、冷冻保存，并且分享给独居长辈或是在异地求学的孩子，甚至能够成为家庭主妇的副业，真的是方便、快速，而且附加价值高。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学会以后，那可以最主要的是大量制作，那少量包装。冷冻储存，那我们送给的对象是我们那里长辈、独居老人，或者说我们在外求学的小孩子，或者在外工作的先生，你寄给他，他吃到太太的味道、妈妈味道，当场会感动到掉泪。前来参加课程的婆妈们则说，冷冻调理包制作不困难，好保存，复热容易，对于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妇女来说相当便利。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人口都很少。而且你说，假如说做菜的时候做大菜，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做。那我们假如说做这个调理包，对，拿给小孩子吃，或者是给长辈吃，非常的方便，而且简单。啊，老师教得很仔细。新店农会表示，因应饮食习惯的改变，希望这次的课程可以提供妇女朋友们生活上以及经济上的帮助，也让消费大众可以吃得更健康。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前一波寒流减弱，天气渐渐回暖，新北市新店花园新城社区的樱花也逐渐绽放，目前大概开了六成左右，但已经相当缤纷美丽，也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拍照，留下珍贵回忆。天气回暖，阳光跟着露脸，这样的好天气让樱花花苞纷纷绽放。而位在金店山区的花园新城社区，樱花也悄悄地开了六成左右，粉红花海一片，不少民众于是趁着晴天出门来到这里赏花，感受缤纷浪漫的气息。你是从哪边过来？我从永和。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地方？啊，因为我常到屋来泡温泉，所以我常常经过嘛，常常经过这里，然后拍照拍久了，拍了一二十年，总是知道这里有漂亮的樱花。因为我朋友常常经过这边啊，然后他上礼拜说这边只有开一朵，不一颗，然后这礼拜已经开了很多了。民众表示，往年这个时候花园新城的樱花通常已经盛开，今年似乎花期晚了点。不过目前大概已经有半数以上的樱花开花，所以景致相当美丽。当然，民众来到这里肯定要好好的取景，多拍一些照片，留下珍贵回忆。不够灿烂，那大概下雨，长期冷也有关系了，下雨了。还蛮漂亮的，可以赶快跑过来看一下。花园新城社区的樱花是栽种在入口车道两旁，樱花种植的较为密集，因此到了盛开时，粉红花朵点缀枝头，放眼望去十分娇艳璀璨，格外缤纷抢眼。由于这里算是大台北地区较近的赏樱景点，所以近年来也成为了绝佳的赏樱圣地。不过要提醒民众，这条樱花大道是属于社区车道，汽机车、公车往来频繁，大家在赏花拍照之余，务必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影响到社区居民行的权利。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